由，公民无罪，财产公布，公民无罪，中国立即释放徐志勇，立即释放徐志勇，中国立即释放徐志勇，中国立即释放徐志勇，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公民无罪，公民无罪，言论自由，公民无罪。今天呢，我们台湾的公民团体啊，在这还有人权团体呢，我们在这边召开记者会啊，主要是要来要求呢，中国呢立刻释放良心犯哈、哦？为什么呢？因为呢，中国大陆啊，在前年呢开始的有了新公民运动，他们新公民运动的诉求呢，跟台湾呐、啊、的诉求呢，就是一般民主国家的诉求，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就是我们只是要一个简单的言论自由，要官员公布财产。可是没想到啊，中国政府啊，却用这种理由啊，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哈、哦，关到监狱里面。而且呢，最主要的代表人徐志勇先生啊。他呢，在前几天呢、啊、被判刑四年，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啊，在这个地方呢，除了抗议中国之外呢，我们同时也要求我们的台湾政府啊，在下个月要去跟中国的代表见面的时候呢，希望能够明确的表态哈、哦。遭受北京人民法院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判刑四年，我们台湾的律师界感到非常的震惊跟失望，推动民主自由，只要求他的政府来公开高层官员的财产的一位律师，就因为这样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做法，竟然被判刑四年，这在台湾的律师界、台湾的整个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啊！也代表台湾的律师界对中国大陆的律师同道遭受这种迫害，表示非常的愤怒跟抗议。那如果说现在两岸要交流，应该是促进民主、自由、人权跟法治，可是我们看到中国所作所为是违反民主、违反自由、违反法治的做法。徐志勇是良心犯，良心犯的意思是说他是没有犯任何罪，他主张他的言论自由，他主张一些基本的法治原则，因为纯粹因为这样子而入狱了，一起几个礼拜、几个月一路被抓，然后有正在审判中或者已经判刑的，我们希望中国可以停止这种人权的破坏。那这首《茉莉花》呢，当然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茉莉花革命的事情。再来呢，就是茉莉花，它虽然每一朵都非常的小，而且看起来非常的不起眼，但是就像我们公民一样，每一个人发挥小小的力量，能够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好一个美丽的茉莉花，好一朵。习近平政府在这个上台一年来，虽然表面上说要做这个各种的改革啊，包括这个废除劳动教养啊，放宽这个生育的政策啊，但实际上呢，这些改革呢，大部分都是表面功夫。实际上，他在这一年来是比过去可以说几十年都更严厉的打压公民社会啊。那据中国的统计呢，光是2014年，就是这一个月啊，一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刑事拘留了24个人，啊，至少24个人。也就是说，今年到现在，几乎每一天中国都要制造一位良心犯啊。中共这几年来对于少数民族的打压更是激烈。这个维吾尔族的知识分子伊利哈木祖赫迪，刚刚在一月中被捕。在徐志勇被判刑之前，1月15号，维吾尔在线的创办人，也是中国民族大学的教授伊利哈木图赫提，也被新疆派出来的公安到北京把他抓了。不但抓了他，还抓了他的母亲，到半夜才把他母亲释放。伊利哈木到现在
还在牢里面。另外像藏族最近在这个青海的东雅寺的住持啊，朵玛才旺啊，也被逮捕，也是呢指控他一些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包括跟国外联络，包括这个与这个炸弹攻击有关等等。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是全面的在打压公民社会。你抓了刘晓波，还有胡佳，你抓了胡佳，还有伊利哈木，你抓了伊利哈木，还有许志勇，抓了许志勇之后，你还有13亿的人民，你要抓到什么时候？到了新公民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更清楚了，一个抽象的制度没有办法凭空的成立，更不能期待共产党政权。所以新公民运动，我们可以看到许志勇的答辩词里面非常明确的提到，中国人民必须具有公民的素养，中国人民必须有争取自己的权利，为国家付出，为一个民主共同体承诺的这样的一个素质跟义务。我们的这个王玉琦主委就要到中国大陆去，我们想问他，他到底要谈什么？他叫大家拭目以待，我们拜托不用拭目以待了。如果你到中国，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谈人权，你们现在又在去台湾化，到底你的目的是做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民调这么低迷的总统，难道是想要去中国取经，怎么样打压人权吗？总统，不要忘记了，你自己也一直在推行人权两公约，当一个国家没有办法来实施这样的公约，这不违背你的价值吗？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努力的工作，就是要让中国的法律能够符合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际规范啊。那但是我们发现非常讽刺的，最后许志勇先生被捕的理由，居然是他在地铁前面发传单。那这样的一个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行为，那居然呢，在中国的法律呢，变成是妨害公共秩序，必须被判刑4年。马政府的两岸关系其实建立在少数的政商权贵之上的，双方政府在进行经贸议题的协商时，应该将人权议题明确列入协议之中，双方应该在适当的时机签署人权宪章。而在中国人权状况尚未改善，政治体制尚未民主化之前，双方不应该进行任何具有政治意涵的谈判或是协商。请你转给马总统，是希望你还可以见得到他了。第一个呢，中国应该立即释放新公民运动良心犯许志勇等人。中国应保障公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及资讯接近、使用等自由权。没有人权，岂有和平？马总统跟陆委会应该公开谴责中国打压公民自由，并责成王玉琦主委2月赴中必须传达明天诉求。总统府派一个侍卫室的联络人，我不晓得这是什么职称哈，但是呢，我可以看到呢，总统府对这件事情非常不重视啊。哦，第一个呢不请我们进去，第二个派一个联络人啊来通汤，所以我们觉得马政府单单在接见公民团体这一个部分上就非常的不及格。2月份啊，王玉琦主委啊还要赴中之前啊，我们公民团体还是会针对许志勇事件啊不断的进行各种倡议跟表态哈。那么今天的行动啊就到这边结束哈，祝大家呢新春愉快，我们大家辛苦哈，都没有办法回家过年哈。那可是为了民主自由还是很值得啦哈。好，那谢谢各位，谢谢。我们结束前再放这个中国释放。